慈济麻坡支会首次于八吉里活动中心举办浴佛典礼，近1200位志工与民众组成图像，呈现慈济51周年的意象。礼佛主，简单庄严的仪式让首次参与的民众法喜充满。你知道我们在外面的世界里面，我们都很多的杂念，但来到这边呢，就感觉整个心灵啊会放下。Bagi kita punya race, kita sembahyang apa pun ikutkan hati aja。没有妈妈，我们不可能来到这世上。五月也是孝亲月，在人文展区，志工鼓励民众帮父母洗脚，表达说不出的爱。父母恩重难报经，详细向世人传递母亲怀胎十月的艰辛。民众认真描写经文，一笔一画都是对父母的感恩。妈咪怀孕很辛苦，妈咪我爱你。众人齐聚，以虔诚心礼敬诸佛，感恩佛恩、亲恩、众生恩。台视新闻资深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。